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兄弟们，天赋又更新了，加强了云音，调整了孙策、张曹操、诸葛亮、猴子的调整啊，进行了回退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是削弱了云音大招减伤的成长数值，正式服大招点满最高可达85%的减伤效果，而在体验服啊，点满大招减伤效果为70%，提高了第三层枪艺的伤害减伤效果。那正式服啊，满级第三层枪艺可减伤效果为39%，体验服啊则为59%，并且啊，第三层枪艺对目标生命值低于30%时达到伤害上限，也调整到了生命值低于50%达到伤害上限，和破军的被动额外伤害触发条件啊保持一致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是一个三格血的后裔啊，正式服满级六神装语音第三层被动的伤害为2502，后裔啊还剩半格血左右，而体验服啊伤害则为2957，直接将其击杀，大幅提高了语音的斩杀线。另外，此次官方还修复了语音第二层枪艺回复量与描述数不一致的问题。那正式服啊，满级云音丝血第二层枪艺回复量为755点，那体验服则为729点。按理来说啊，云音体验服的回复量应该是高于正式服的，可为什么会低于正式服呢？好家伙，当我打开技能面板后，才发现云音第二层枪艺的基础回复量被砍了，看来云音想要三倍回复量怕是有点难了。那总的来说，体验服啊，此项调整啊，虽然小幅度降低了云音大招的减伤效果，但是啊，提高了云音第三层被动的收益，加强了云音的POC 和斩杀伤害，整体来说啊，还是属于一波小加强的。那这项调整啊，究竟能不能让语音的胜率达到50%以上的，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第二位英雄孙策延长了大招的开船时间，那正式服啊，开船最多只能从下路草到上路河道草，而体验服啊，可以从下路草丛啊一路飙升到上路传送阵，小幅提高了孙策的行船时间。但是啊，大招使用期间无法使用回城键。正式服孙策有个幽灵船的 bug 啊，如果在开大时啊点回城啊，航行距离与速度啊都要比正常开船啊更快更远，而体验服啊开大时啊将回城处于禁用状态，则是将这个 bug 修复了啊。然后我在体验服实测时发现，哟呵，还是能卡出幽灵船的。想知道具体怎么卡出来的？一分靠实力，9分靠帅气。第三位英雄曹操回退三技能的回复生命值与正式服一致，保留了一技能350的位移距离以及连点一技能的手感。兄弟们，操了板这波纯加强了，可喜可贺呀。最后就是将诸葛亮、猴子的所有调整回退与正式服一致，也就是说啊，诸葛亮被动以及大招命中时被回响炸死还能返还大招 CD 的调整，还有猴子一二技能的效果调整，二三技能的施法手感全部取消。不过官方表明啊，在后续的适当时机将重新开放测试，也就是说啊，诸葛亮、猴子后续还是会做出改动的，目前先不动他们了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，小伙伴们对此次体验服更新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？快来留言跟我互动吧。一个 ID 名为酱油醋啊的仙友留言，终于看到西河鲁班大师配大仙姜子牙了啊！从去年等到今年，厉害的弟弟带着年迈的哥哥体验了一把，什么叫爽？请你把年迈二字去掉，改为厉害的弟弟带帅气的哥哥在峡谷里学 C 乱杀呀！虎牙688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